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喵女子。今天我们来玩《生化危机 DLC》这个未公开的这个录像。它未公开这个录像呀，有很多。它这个 Ethan 绝命危机呢，就是说在最高难度下，只要碰一下就会死。所以说这个难度我们不玩，因为最高难度从头到尾没有存档点，被怪物碰一下就会死。那爸爸刚开始肯定就会被怼死呀，对不对？这个杰克的55岁生日，我们之后再玩。我们先玩这个近时公开的录像。妈？绝命危机是另外一个路线啊，之后我们试试看吧。但是我觉得。这什么意思？看一下，使用枪支陷阱及技能和活到隔天早，这应该是属于佣兵模式，就是 DLC 历代里面的佣兵模式。但是它里面的怪也就这么三种吧。卧室，我们来玩这个吧。仅用你的聪明才智从监禁中逃脱。21点是打扑克，女儿们，好了，我们现在就玩这个剩下三个啊。第一个是佣兵，我不大喜欢玩，因为防守战的话，一个人玩有点尴尬啊，我还比较喜欢多人来玩。醒来，克兰西闻到了脏床单的霉臭味而醒了过来，这是什么鬼地方？他为什么躺在床上？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想通，这不是一场噩梦。那个女人逮到了他，然后用某种气味强烈的东西捂住他的鼻子。哎，哦，我刚读完就开始，好嘛。好的，我们醒来了。哇，我们在，这个是奶奶，不是，就是之前有奶奶的那个屋子，锁住了。Oh no! Oh no! 哦、oh.！Sleep well, darling. Our daughter really likes you. She wants you to be her big brother. Oh, now don't get too excited. Don't jump up and down just yet. You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family, you gotta eat like family. That smells good, don't it? 吓得我赶紧拉了拉头套。Mom，这是变异后的 妈妈吧？Then I'll take those things off and you can go out and play. But you gotta eat all of it. 我选这个吧。哇！哇！哦。This looks delicious. Really, it looks great. 妈，你不要这么近啊，好吓啊！I'll be 吓得我头发都白了。Wai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to eat? You don't need nothing else. Now eat your goddamn supper. 好吧，好吧。啊，逃离房间。OK，有点昏暗啊，这个房间。I gotta do something. 这就解开了。这个是什么地方？哦，这里面有一把蛇形的钥匙。然后这是有画吧？哇，这是我们的影子吗？好瘦弱啊，好瘦弱。这又是什么？勺子。我们得到了一把勺子，OK，好像有点黑，但这个台灯是不是可以拿？哦，哇，瞬间就亮了。这什么？和其他所有时钟一样。哎，这个之前这个纸条，哦，锁住了。打火机。哦，好吧，坏掉了，那就没办法了。这是一本书，像一个祭祀一样的地方啊，这什么？画勺子，哦，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位置会如何啊？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啊。哎，what？
坏掉的指针。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蜘蛛啊，这个蜘蛛肯定是不能碰的。我们现在得到了两幅画，还有一幅是这个，应该还有一幅小画，我们找找那幅小画在哪里。这样的吗？哦，果真，哦，果真，哦，在这边，在这边。Oh my god！ 哇 ，what？ 啊！这个要挂上去吗？啊！啊 ！No！ 我什么都没发现。也许我们在这个时间不能让他看到我下过床。我靠，我这叫意识知道吗？What the hell is all that noise？ 我吐了吗？啊，糟糕，好像那个画我们没有弄过来，怎么办？时间不够了。没有时间计时了。我喝了一口汤，然后我就掉血了，是吗？欧妈，嘿妈，嗨，嘿妈，好，那关上了，关上，关上了。Now hold on just a minute. 没有，不要看墙上。Mom。啊，那个抽屉坏掉了！啊，你要干什么 ？No, no, no!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哇！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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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了！啊啊啊 ！You better behave yourself now. 好。Oh my god！ 用勺子，用勺子拧开，一看就能拧开，很简单 ，so easy。哦，天哪！妈妈给锁住了，这还能开吗？哦，我可不再开了，我可不再开了。哎，这怎么突然间就？变回来了呢？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什么之前，我们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归原位，是吧？这个原画、小画、长画，哎，这什么东西啊？打火机哦。哎，还有一幅长画在哪里？哦，在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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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一次会出现什么东西。裁缝针 ，Oh， holy crap！ 怎么就流血了呢？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裁缝针用来干什么呢？裁缝针，五点钟 ，OK， 五点钟。哦，裁缝针可以用来放在这个位置是吧？好的，我们呢先把这个画都收起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把圆的放上 ，C， 好的 ，A B， 等等，我看 ，A B C， what miss？ I don't know， 看恢复原样了吧，是吧？没有动是吧？这啥？床下有一个暗门对吗？五点，是五点吗？整五点吗？嗯，哦，靠，我 我靠，等一下，哦，可以，来，哦，damn it， 好了，
等待 Margaret。应该不会有什么。哎，我刚刚是不是没有放灯啊 ？Is that you again, Lucas? I keep telling you, boy. 卢卡斯又是你吗 ？I don't know. Ah, 不会吧？但是我觉得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放回去什么？我没有放回去画吗？我那个灯是应该放回去了，对不对？是吧 ？Hi, Mom， 我你为什么又拿一个锅过来 ？No， 我不想吃了。妈妈这个笑容，我来守护。Don't that just smell like heaven? I made it specially for you.妈妈没有变以前应该还挺好看的吧 ？Someone been in he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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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something ain't right. 妈妈真的没有变过。That picture was there in the corner for a reason. 我不是 dirty little shit bird. 我不是应该那样放的吗？我靠！妈，你不要这样子！哇，完了！啊！被我吃了一只蜈蚣！我眼泪都要飙出来了。I died. I'm died.没关系，大家不要怕，有我在啊。Marguerite, you still fawning over that boy? I told you to throw him out. We already have enough men in the house. Quiet, Jack. You'll scare him. And don't forget our little girl insisted that he stay. So you shut up. What'd you say? This is all your fault.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Damn.爸妈要和好了吗？你捅了我两刀，然后又给我喂了一斤的狗粮。Excuse me?你们在那边休养，照顾一下我好吧？我的伤口在淌着血，大姑。哎，妈妈真是个变态。我们现在不需，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什么，我们现在不需要转动指针，因为转动指针应该是最后一步了，五点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该怎么玩。这边是有一个三个画的一个密码，然后呢，我们再找找线索。这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标记，有点不大看得懂，但是这个画我之前注意到了，绘画 C。完，这是 A。如果我们按这样的顺序给放，我们从左到右按 A、B、C 给它画一下吧，是吧？这个 A， 对吧？然后呢 ，B，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放上 C。哦，果真，叉子、枫叶、勺子。哎，等等，我看。哦，懂了，这是一个苹果，然后还有一个叉子，最后一个是苹果，这个是枫叶。好的，懂了。来，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先放上，省得一会儿我们来不及逃脱。但是我们现在还少一个叉子。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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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需要更热的东西。拿这个应该也不行吧？这个蜘蛛会，哎呀 ！Shit, I'm not touching that。我也不想碰那个东西。Holy shit！ 我靠，妈，你不要突然间吓我。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妈妈做一样东西，做一样事，好吧？我们先把这个弄开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妈，这他应该是就是妈妈端过那锅汤的时候，我看旁边有个那个小架炉，那个应该是属于一个炉子。So， 看来这一步我们必须要做了。哇，妈妈你好，你是来给我送饭饭的吗？妈妈这诡异的笑容，哎，我委实有点受不了啊。Yes. Don't that just smell like? No, 我并不觉得香，但是我得说违心的话，因为话我知道妈妈会不开心的。Has someone been in here? Oh, something ain't right. That picture was there in the corner for a reason. 那个花就是这么放的吗？这次是妈妈吐吗？哎，我靠，又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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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整个拉的什么太恶心啊！妈妈，你吐下也很恶心吧？靠，还好我没死。Don't you go making me angrier！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想惹您生气的好吗？哎，叉子好的，火炉好的。OK， 接下来我们现在需要做就是开这个门了。我想一下，开这个门还会有什么东西？我们先看看这个叉子上的，它这个是一个蛇，好的，蛇枫叶，还有这个苹果。嗯，好，这些都是原味的哈，我们不需要动了。看看这里面，哦，我靠，还是蒸熟的。我们吃一口会怎么样啊？会死吗？会吧，我觉得会死吧。好的，好的，瞬间就亮了呢。好的，这个需要一把刀。嗯，这下面有钉子，应该是用这个吧。OK， 这什么？哦，固体燃料，好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万不能出美杜莎和蛇，然后这边是个钥匙，看来我们是要拼什么东西吧。好的，来，把门关上啊，大锅。我不要开这个，关上。我们现在有，好的，其他东西都是放好的是吧？好的，那我们过来就玩这个吧，这个，然后再把这个燃料放上去。哦，是这样子，然后和这个火炉组合一下，然后再把这个火炉放上去。然后对着它使用打火机，我们要这个塞子吧？
管他什么呢，先拿着再说。哦、No. 啊、I gotta get back. 好了，来来，我回来回来，门关了吧？好吧，好吧，那边那面是不行，那边是不行了。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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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这样。我知道妈妈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他炸了怨我喽，我好无辜啊！嗨，好，没有。Now hold on just a minute. Yes, Mom, what's wrong? That picture was there in the corner for a reason. 又来了，You're a bad boy, 不行，这样我觉得会叽叽的。No. You were out of bed, weren't you, you little piece of shit? No. How did you get loose? No, I wasn't. Don't give me that. I know when somebody's been touching things they aren't supposed to. 不，那卢卡斯是吧？对。No, it wasn't me. It was Lucas. 再当给小舅子。He was just in here a minute ago.妈妈的眼睫毛好长呀，你们发现了吗 ？Lucas, oh Lucas, I thought I told that boy he wasn't allowed to have you yet. 妈妈的眼睛真的很大。I gotta get out of here before she kills me. 好的，我们把这个灾啊，这个锅甩给卢卡斯。好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哦 ，almost size 是吧 ？Yes, nice, good. 哦、提灯的钩，我们要提灯的钩子做什么？好的。门，关门。嗯。哦，在这边看到了吗？我们要画成这个样子，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刀子啊，怎么办呢？没有小刀啊，我们需要小刀啊。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叉子把这个东西给划烂呀？你们说嘞？哦，不行，好像比，我觉得灯应该是要挂在这个上面的嘛。我们肯定还少一样东西。Where are you？ 我要小刀刀，我要小刀刀，没有刀子怎么办？我们把这钩子都拿上吧。哎，玛格丽特又闹脾气了，她大吼大叫时候我还应付得来，但是当她不发一语时，我就得当心了。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开口就会惹得她火冒三丈，那时只有耐心等待了。哇哦！佐伊太过分，玛格丽特只是对他吼了几句，佐伊就拿出一把刀指着他，还是直接从橱柜里抽出一把刀，谁知道他在那里藏了多少刀子，我最好检查每一样家具后面以防万一。我该拿那孩子怎么办呢？他好像不懂家庭和乐的可贵。家具的后面，好的，关上了以后我们就能走了。家具的后面，橱柜是吧？橱柜哪个是橱柜啊？橱柜长什么样子呀？是这个橱柜吗？这是衣柜呀、啊，我没有念错吧？对呀、啊，橱柜呀、啊，这是化妆柜呀、啊。化妆柜呀、啊。哦哦，原来这个刀子还需要这三幅画，那我们研究一下吧。四只白乌鸦正在啄食着腐尸，画中是一个被死神盗走眼睛的男人。然后，柜子后面吗？等等，这是什么？我靠，他居然在这地方藏了一把刀！Nice. 这个画还能放回去吗？你看这幅画就真的放不回去了。
这幅画就真的放不回去了。我靠，他居然放在了这么隐蔽的地方，划一下东西，他应该不会出什么噪音吧？滋。好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放上灯。哦，是可以的呢。然后我们应该，哎，我们把这个放在这儿。还是应该是 B， 还是说要把他们俩组合一下呀、啊？哦，果真，我好弱鸡。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好的，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蛇头。这个蛇头的话，我们来，这个勺子肯定不行。难道说是要勺子不行？嗯，那我们试试用叉子呢。嗯，哦，哎，有点像，有点像。哦 ，got it， 往下点。我靠，好牛逼！好的，好的，美杜莎和蛇，我们这个谜题就解开了。嗯，啊，蛇钥匙。我靠。Oh no. What? 怎么办？ Quick. Use your head. 我想什么办法呀？冲出去吧。我没有刀。跟你拼了！啊！妈妈不再叫了吗？好黑啊，好黑啊，喷玉门，我的天哪，哎呦呦呦呦呦 ，What？ 妈妈的味道，妈妈味道太重口味了，我受不了。哦，好了，我们这个卧室就已经玩完了，很不错。我吃了条蜈蚣，活血化瘀，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